他因在台庆顶撞嘉宾遭 TVB 高层后台怒骂，前途颇堪忧。TVB 台庆颁奖礼于周日21日曲终人散，不过主持之一的陆勇就红过楚卢氏弟事后成为新闻人物。是原陆勇为搞气氛竟开枪寸爆担任颁奖嘉宾的阿乐陈百祥，指他谦虚方面很嚣张，有自称 TVB 幕后的工作人员在网上爆料是节目中途陆勇被召入后台被高层骂，杜姐郑玉玲亦曾出口力保爱将。当晚出事后，陆勇全程心神恍惚，状态奇差，而翌日到九龙城接女放学时，他亦有备而来，表示要还阿乐一个清白，澄清对方并非小气之人。陆勇承认自己发台文多次讲错，表现害怕的他更委屈认衰，错就要认，打就要站好，陆勇深明这个道理，果然是醒目仔。出名会搞气氛和有观众缘的陆勇，这次因为一句说话而引起轩然大波，在周日二一日的万千星辉颁奖典礼2017火拍 C 君杜姐担任大会司仪，节目开始不久，陆勇先将剧集踩过界讲成夸过界，又讲错了报姐报起敬名字，其后大会邀的阿乐负责颁发最佳非戏剧节目，他与陆勇兼聊时，阿乐自称本身为人比较谦虚又和蔼之际，陆勇竟大胆开玩笑说你在谦虚方面都很嚣张，台下议员与观众掌声雷动，笑得好开心，唯独阿乐面色一沉反击，嚣张得过你将人家的节目改名，顿时闻到火药味，吓得陆勇及时收口。当晚凌晨，网上即有自称 TVB 幕后流传因为陆勇多口寸阿乐，令他在后台惨被训话，甚至传出陆勇被指住头大骂，而杜姐亦曾帮口请求玩秀才处理这件事，以免影响节目直播。据知情者透露，有幕后说看到陆勇当场被人骂之后，他就没心思的整天头低低对住稿子，心神恍惚，很多对白都不记得讲。亦有眼力的网民表示，在 Big Big Channel 的后台片段中见到陆勇被训话，但片段已被秒删。陆勇与 C 君全靠年前拍住杜姐主持，杜姐去 shopping 谈起二人风头，一时无聊。现实在 TVB 除了做主持大受欢迎，亦成功跻身剧组，在剧集所演的角色亦很如屋。今次有传发生照费事件，外界最关心就是陆勇的前途。据知陆勇为自己摔多口后悔不已，他已第一时间向公司认错，希望大事化小。不过纸包不住火，事件在网上讨论纷纷，陆勇只好硬住头皮出来拆弹。颁奖礼翌日22日，陆勇下午与太太 Rainer 一起离开将军奥运所，到九龙城接女放学，遇上本刊记者采访他，几经清澄清，被指因为寸阿乐而得罪对方，他多番强调要为阿乐平反。农夫两个人一条心，
陆勇出事 C 军亦不能置身事外看。得出当晚 C 军见陆勇讲错都好紧张，不时用眼神提醒他。C 军与陆勇同胞同捞，以后还有大把世界，但愿今次只是虚惊一场啦。